吕慧仪呢日出席剧集嘅宣传活动，有份主演嘅剧集迈向第900集，距离刘丹之前主演嘅《真情》一共播出1128集，越嚟越近啦。吕慧仪又想唔想突破呢个纪录呢？其实我们一直在拍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我们要拍到多少集的，就是希望一直拍下去。然后丹爷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那个真情嘛。那我们希望一直努向那个方向努力了。拍摄工作咁忙，仲边有时间陪下个宝贝仔啊？其实现在好像今天早上我就是送他去上学了，然后我就上班，然后我下班的时候他在家里等我吃饭，这样子也是挺好的。那他有他自己自由的时间，我有我自己努力的时间。